许多艺人会在社群平台上和粉丝分享过年期间和家人一起出游的照片，其中蔡依林就透过 IG 现实动态透露和家人前往嘉义阿里山度假。从她曝光的画面中可以看见，她除了分享多张阿里山当地美景，还晒出和家人一起搭小火车以及在无边际游泳池看日出的画面。另外她也分享一张和家人在阿里山树林中拍下的美照，只见她头戴黑色毛毛保暖，身穿相同色系的羽绒外套以及一件牛仔裤，整体穿搭非常休闲率性，完全零伪装打扮，更是充分展现她亲民的作风啊。